只蓝队这边互相上下，对，全五比五平手了。喂，这边两个射手都会杀球，所以两拍就要杀死对手。哇，许德伟开始得心应手喽。那其实球往下过往的时候，球头往下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得分。是，蓝队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。哦呦！放短再杀！呀！这一场这一球跑得太快了，没有办法就是掌握到这个位置。对手还没有出球，他就已经跑了，所以对手出过来的时候被吓到了。对。现在蓝队7-5两分领先。换换换！姜斌，这一球呢？哇！这球是硬哦。点也是蛮巧妙的，得的非常聪明，利用对角线，对角线的战略得了很多的分数。是的，然后蓝队8-5，三分领先，到达8分的时候呢，双方要互换场地。今天的风向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，是平顺的，是吧？不能怪风喽。对啊，不能怪风喽。哇，得的这个回球挂网，有点小力。得的三个喽。哇！这个太甜了，还有是甜在心，馒头店出品的，太甜了，真的是望球兴叹呐。对，真的甜如蜜啊！哎，发球等宣告发球犯规，发球过高，旁边发球，发球犯规啊！所以现在的发球有规定是115公分高。对，所以裁判可能看到他发球的点超过了115公分。哦。跳杀，往前，不占纯建功了。10-7，蓝队的发球。耶！是的，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啊？球失误挂网，长上。你球没有拿好。哇，球没拿好，放短球，球没过网。哦，现在蓝队已经追上来了，9-10，只有一分的差距了。放轻松啊！放大公道，许德伟，还要拉空，还要不要？啊！这个球质量太强了，打乱一下，蓝队无法招架。蓝队很聪明的是，他们在乱的时候，首先把球打长，争取一点时间，把节奏调整回来。在羽球场上，除了不能生气之外，也不能急。是，哎呦，接得很精彩，许德伟最后想要放短球又挂网。德伟这一球有点处理的比较大意了一些。打15分哦，等一下的发球。有德德这颗打得比较长了，就过网了，看到了效果。准备一下，想要加速，要打准。这球出了界外，是蓝队13-10领先。羽毛球的力道掌握真的很重要，太用力就很容易出界。喂，前后排互换之后，这颗球。准确出界，现在蓝队已经平排了，14-10，漂亮，杀下去，好有默契哦！在男双，蓝队是以15-10拿了下来。好，进，壮壮。今天超出 KPI， 回家罚写，烂透了。打我！打我！你干嘛弄那么小力？只要有好的 ending， 最后人把分给念。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呀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。女神加油喽！有啦，有啦。再胜一棒。有内，有内，极限，有内。三球，一球。哇！哎，你发球有挂网吗？一球。哦，爸。